那些钱本来就是在订货进货的时候克扣下来的，现如今老夫人跟那个梁专员已经闹翻了，伞房连生意都没得做，哪还有机会进货订货呀？娘胎真是强硬，连专员都敢得罪，你倒是劝劝他。哎，连大少爷和姨奶奶都劝说不了。 要做的小心一点，不被那个梁专员发现就是了。可以试试，我这就回去跟老夫人说。那个江老夫人，如今可老实了，怎么了？ 属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去警告过跟江家散房有生意来往的商家，可那个江老夫人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他们竟然还在暗中进行交易。怎么不早说？属下也是刚刚得悉。看来不给他来强硬的，他是不知道我的厉害。杜副官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 专员手谕，经查，江家散房不停劝告，几次三番违反专员特令，坚持与奸商沈西莲交易，实属妨碍公务之重罪。上述情况已经查实，特下此手谕，立刻逮捕江家散房之主，南京国民政府专员令。老夫人，你看清楚了，御驾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来人，带走，慢着。 我才是江家散房的主人，你们要抓，就抓我。婷儿，儿子从来就没有替您分担过什么，今天就算是尽孝了。可你的病才刚好，怎么经得住牢狱之苦啊？杜副官，我去。娘，与沈家买卖竹子本来就是我的主意，如今因此加罪江家，当然应该由我来承担。我不能让你们为了沈家，为了我而受到牵连。 真新鲜，你们家连坐牢都有人抢，不过专员手谕以下，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代替的。梁专员的手谕上并没有指名道姓啊，而且你们这么做，无非是为了给江沈两家施压罢了。以我的身份，难道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？把我带回去，你在梁专员面前应该只会有功，不会有过吧？ 来人，把杨冬雪带走。是，冬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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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娘，不能眼看他们把冬雪带走啊！您赶快找人救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该找人，找人，该花钱，花钱，不能让冬雪在牢里受罪啊！你放心，先不要慌乱，娘一定会想办法的。 现在娘和婷恩正在想办法救杨冬雪，你赶紧找人托关系，借机除掉杨冬雪。大少奶奶，这是要杀人呢！这个女人不光抢走了婷恩，还抢走了我在江家的风头。我不能让她活着。如今老天助我，我不能错失良机。我要让她彻底从婷恩的视线里消失。 杀人可是要偿命的，我不敢。你若是不去，我就把咱们俩的事儿抖出来。到时做大牢的人就是你，大少奶奶。
您就这么恨姨奶奶吗？马上去吧。是。哦，狱卒大哥，我给杨冬雪送饭。还是让我带进去吧。可是。给我吧。哦。杨同学，该吃饭了，这是你们家人给你送的。谢谢。杨冬雪，你怎么了？有人要害我，幸亏你来得及时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你跟我走一趟。早就听说你的经历了，如今一见，果然不一般。你脖子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刚才有人想要置我于死地。你怀疑是我？没有，你没有理由要杀我的，而且你堂堂一介专员，杀人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，不需要用这么卑劣的手段。我也早就听闻您的大名，只是没有想到竟然是相貌如此清秀的一个女子。你果真是一个奇女子，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有如此冷静的头脑，不感情用事，真让我佩服。我现在有些明白了，为什么江沈两家都对你那么疼爱和器重。我也只是尽我自己的本分而已。只是我不明白的是，现在你已经不是沈家的媳妇，你又为什么替沈家强出头，替他们担责任呢？对我来说，沈家永远都是我的家，沈老爷就像我的亲生父亲一样，所以为他们做任何事情我都是心甘情愿的。好，我很敬佩你这种重情重义的人，只是沈家现在是政府要查办的奸商，会连累你和你现在的婆家。只要你愿意说服江老夫人放弃与沈家的交易，我绝不为难你，马上放你走。娘做生意一向有她的道理，我只是江家的媳妇，我没有什么权利在她面前指手画脚。我看你在江家可不只是媳妇那么简单吧。娘，姚镇长来了。姚镇长，
您怎么有空到我们伞房来了？快请坐，快上请坐。是，不用客气。啊，有什么吩咐，您托人捎个信儿来就是了，何必亲自来一趟？让我心里怎么过意得去呢？江老夫人，您派人送来的这个，我实在是不能收啊。江老夫人，您别误会，不是我驳您的面子，是这事儿我实在帮不上忙啊。这个世道没有王法了吗？仅凭他官大势大，别人想怎样就怎样了。大少爷，这话也只能在这儿说说，出去可别乱讲。若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听去了，那可不得了。江老夫人，实在抱歉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啊，你慢走，廷恩。啊，送客。姚镇长，请。啊。你跟沈家到底有什么仇怨，会让你一个堂堂的政府官员如此纠缠不放？你大胆！沈家一向是最有规矩的生意人，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有过仇怨。华盖房的口碑更是人人皆知，你凭什么说沈家就是奸商？为什么要逼得沈家老小靠卖竹子为生？难道你一定要看到沈家的人露宿街头、沿街乞讨才肯善罢甘休吗？跟谁说话？你太放肆了！今天你我的这番对话，从头到尾你都在假公济私、蓄意报复。你一个堂堂的政府专员，仗着自己的权势一手遮天，你就不怕我到上面去告你吗？就算我出不去，江家、沈家也都不会坐视不理。你就不怕你的恶行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押回去。专员，你去找沈西莲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。属下明白了。来呀，玉祖大哥，晚上。来，哎，好好好。哎呀，老爹太客气了，我这心里实在感到过意不去啊。哎，本来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谁想到半路上杀出了个梁专员，非要提审杨冬雪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把你给我的钱再还给你算了。不，您已经尽力了啊。那个杨冬雪能侥幸逃脱，那是老天爷不收他，您别往心里去啊。今天咱们只管喝酒，来。来，我说兄弟，心里发慌啊！你是没见到那个人当时那副模样啊，那是太可怕了。别说了，只是让杨冬雪就这么逃过一劫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沈老爷别来无恙啊。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呢，我到什么地方你们都能把我找到。我今天来是给沈老爷带个消息。说吧，
你那个主子又想到了什么？不是专员，是杨冬雪的消息，有兴趣听吗？冬雪，她出什么事了？她因为您与江家买卖竹林，被关进大牢了。好了，消息我带到了，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娘，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托人去了监狱，让里面的狱卒好好关照冬雪。曹海也已经把日常用的东西给冬雪送去了，你放心吧，她在里面不会受太大委屈的。娘，我想好了，我明天一早就去牢里把冬雪换出来。我是江家唯一的男人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你能这么想，娘心里真的很高兴。我一直担心你会像你爹一辈子为情所困，不知道长进，不知道替江家担当。现在看来你比你爹有出息，江家需要你这样顶天立地的男人。娘，您放心，从今以后我绝不让您和冬雪受苦。我已经派人去省城了，不论花多少钱，娘一定会救出冬雪，绝不向那个梁专员低头。冬雪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人，这时候还能甘愿为沈家坐牢。江老夫人也不简单呐，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人，跟老爷您一样，也是个有骨气有气节的人。哎，我们沈家欠男的实在太多了，我得赶紧去一趟江家。老爷，要是我们断了和江家的生意，那以后一家的生计可怎么维持啊？哎呀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咱们再想办法嘛。为了我们牵连江家，牵连冬雪，我怎么能够安心呢？若是江家果真撑不住了，他们老夫人一定会跟您说的。如今江家都不为所动，您干嘛主动上门呢？说不定人家江老夫人有办法可以顶过去呢。他要是有办法，冬雪现在还会被关在大牢里吗？你不要多说了，无论如何我要去一趟。沈老爷，请。哦，沈老爷，老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哦，快请坐。哦，好。上茶。是。江老夫人，我想终止交易，不再供应竹子给江家三房。您都知道了。承蒙江老夫人不弃，宁可与梁莹为敌，也要坚持和我们沈家合作。可是梁莹所做的一切都是针对我沈西莲，我不能让江家无端受累。咱们既然是同行，又是买卖双方，本来就应该同生共济，共御外敌。她一个黄毛丫头，不能把我们江家怎么样。沈老爷不必放在心上。我知道江老夫人并不惧怕梁莹，可是冬雪是无辜的，沈家不能再欠她的了。我想放弃与您的合作，也并不是因为畏惧梁莹的压力，而是心疼冬雪呀。我想这恐怕是尽快救她出来的唯一办法了。沈老爷对待冬雪果真如亲生女儿一般呢。沈某在这里得向江老夫人道歉了，为了我让江家散房，
江家媳妇无端受牵连，实在是对不住。您太客气了。哎，你吓死我了！打扰奶奶，人吓人吓死人的。你怕什么？我，不是我。打扰奶奶，现在警察局开始调查狱卒死因了。我是天天晚上都做噩梦啊，不是狱卒来索我的命，就是老夫人在审我，我睡觉都不敢关灯啊。还是赶紧收手吧，别再做下去了。瞧你的熊样，你别忘了，现在收手来不及了。人可是你杀的。那是您让我杀的。你有证据吗？大少奶奶，你可不能这么害我呀。你放心，只要你不说，不会有事的。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只能加紧实施我们的计划，敛财走人。是沈老爷主动放弃了跟江家的买卖，才把你救出来的。爹，我在里面没事的，梁英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。可是你现在放弃这桩买卖，让沈家老小怎么生活呀？只要你平安回来，爹就放心了。爹有办法养活一家老小，你不用担心啊。属下已经按照吩咐，把杨冬雪放走了。虽然咱们这次用杨冬雪牵制了沈西莲，逼得他不能跟江家合作，可只要他手里还握有那片竹林，照样可以跟别家做交易。专员的意思是，若想让他低头，就得想办法把那片竹林弄到手。依我看，干脆把那个沈西莲抓了，不就一了百了了吗？你懂什么？我就是要一点一点夺走沈西莲的一切，让他受尽折磨，生不如死。银征有消息了吗？啊，有了。听说，他是在公事之余私下调查沈敬天的死因。说起沈敬天的死，的确有些蹊跷。你说他不过是一个官府里的文书，以他的性格应该不会与人结怨，怎么好好的就让人给暗杀了呢？请用茶。嫂子。冬雪，嫂子，你可一定得救救你哥呀，你哥他就要死了。我哥怎么了？我们全家可都指望你了，冬雪。哎，嫂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呀！快起来，你坐下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快讲给我听听。你改嫁以后，你哥真的把赌给戒了。他在集市上摆了个书画摊子，家里日子还算过得去。可是，有个姓甄的少爷是出了名的混蛋，三天两头到你哥摊上赊账，一来二去的，就是不小的一笔钱。加上我天天唠叨甄少爷赊账的事儿，你哥便去要钱，没想到那个姓甄的混蛋，他不但不给钱，还仗着人多对你哥又打又踢。甄少爷的娘怕闹出人命来，就出来拉架，不知道是谁一把把老太太给推出去，那老太太一头磕在桌角上，当场就磕死了。那个姓甄的混蛋少爷当时他就告了官，硬说是你哥
故意把老太太推倒磕死的。你哥他有口难辩，姓甄的他在官府有关系，当场就给你哥判了死刑，秋后问斩。冬雪，你可一定得想办法救救你哥呀，我们全家可都指望你了。能不能用钱跟对方私了？可是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呀？咱们可以一起想办法，总比眼看着我哥被冤死的强啊。哪有那么简单，他就是想让你哥当陪葬的。你哥是冤枉的。我知道，我哥现在人在哪儿啊？在咱们家镇上的大牢里。嫂子，你先别急，我去收拾一下东西，跟江老夫人告个假，我就跟你回去。你在这等我啊。娘，这是我从娘家带回来的新茶，您尝尝。啊，好。还有事吗？娘，冬雪的娘家人来了，您知道吗？嗯，我知道。好像是冬雪的大哥摊上了人命官司，冬雪现在和他嫂子正想办法筹钱私了呢。冬雪娘家那么穷，到最后还不是得向娘借钱。你听的倒是很清楚啊。娘，我也只是无意中听了一耳朵罢了。他倒真不客气，一会儿帮沈家，一会儿帮娘家的。我看他的心啊，根本就不在咱们江家。娘，我是冬雪。啊，进来。啊，姐姐也在啊。娘，我娘家出了点急事，想跟娘告个假，跟嫂子一块儿回去一趟。哦，既是娘家有事，回去看看也是应该的。哦，有什么需要江家帮忙吗？谢谢娘，冬雪只求娘能多宽限些时日，帮娘家把事情彻底解决了再回来。是遇到麻烦事了吧？有劳娘挂心，确实是有些棘手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尽管说啊。啊，不用了。冬雪自己会处理的，谢谢娘。既然是这样，你就即刻动身吧，有事情捎个信儿来。别忘了，你是江家的媳妇，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外人。谢谢娘，那冬雪告辞了。嗯。早就跟你说过，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是本分。是娘，我知道了。啊，警察大哥，警察大哥，我想找一下严征严警官。他不在，出公差了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这可说不准。那怎么办呀？嫂子，你别急。先带我去看看哥哥吧。那咱们走吧。哦。娘。哎呀，什么事啊？娘，你也不问问他娘家到底出了什么事，让他一个人回娘家，我不放心啊。他也没跟你说吗？哎呀，他不愿意说，我也不好问呐。万一是什么不好的事情，岂不是让他难堪？娘，有人想害冬雪。冬雪在牢里险遭毒手啊。啊，是梁莹吗？是一个狱卒，想勒死冬雪，幸亏梁莹突然提审，冬雪才免遭毒手。是冬雪告诉你的？她不是刻意跟我说的这件事，只是讲到这几天她在牢里的经历时，偶然提到了一句。可我实在想不明白，梁莹只是针对沈老爷，没有理由害冬雪啊。老夫人，我打扫完了，我走了。啊，曹海。
你在大牢里可有认识的人？没有。您怎么想起问这个了？哦，姨奶奶在牢里差点被人害死，这事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啊。我真是不知道。你怎么了？我没怎么呀。我主要是一听说这事儿吧，我的心里就害怕，为姨奶奶担心。你去忙吧。哦。哎，老夫人，您要有什么吩咐，我就叫人去办。啊，算了，伞房的事已经够你忙的了，这件事还是让廷恩自己去查吧。你出去吧。啊。廷恩，有话进屋说吧。听说冬雪的哥哥入狱了，是真的吗？你来找我，是为了杨冬雪的事。他的事，你干嘛问我？你不是爬窗户都听到了吗？告诉我，是不是真的？听他嫂子是这么说的。还说什么了？还说需要一些钱。停。停。你我结发夫妻十年了，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我，没有进过我的房间。我是做过错事，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做了伤你心的事，可我那都是因为在乎你啊。纵然我有千错万错，我总归还是你们江家的大少奶奶，秀秀的娘啊。你难道打算这辈子都不肯原谅我吗？冬雪在牢里的遭遇和你有关系吗？最好没有关系，否则的话，你将不再是江家的大少奶奶，不再是秀秀的娘。谁让你把冬雪给找来的？你让我这个当哥哥的脸往哪儿搁？你还嫌我们欠冬雪的不够多吗？除了冬雪，谁还能帮你？难道就让我眼睁睁的看着你被冤死吗？嫂子，哥，你别怪嫂子，你已经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难道你就忍心丢下冬雪这样不明不白的被人家冤死吗？哥，冬雪，哥哥对不起你，对不起爹娘。哥，哥，咱不说这些了，嫂子已经把事情都跟我说过了。我只是想问问，甄家老太太的死真的跟你没有关系吗？我对天发誓，
我根本就没帮那个老太太，我当时被那些人打倒在地，我根本就没有还手的能力。是他儿子见老太太碍事，一把把他推开了，谁成想就偏偏磕在了桌角上。那还有其他人看见吗？哥，哥你别灰心，我在想办法。啊，冬雪，算了吧，他们甄家在官府里有人，咱们家没钱没势的，这就是你哥的命啊。大少奶奶，替人找你了。是。让你给杨冬雪送钱。是。替人对这个女人也太伤心了。大少奶奶，老夫人已经过问狱卒的事了。这个杨冬雪一定是他拿这件事到娘面前邀功去了，他是为江家做的牢，他想让你和婷儿念他的好，他可真会钻营。老夫人说大少爷已经调查这件事了。那个狱卒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还担心什么？即使查到了也是死无对证，只要你咬死了说不知道，他能拿我们怎么样？您是不用天天跟老夫人打交道，我是天天跟在她的身边，天天心惊胆战，浑身不自在。害怕？那就赶紧捞钱，把钱弄到手，咱们能走多远就走多远。是。你手脚利索点，我在这个家已经待够了。是。嫂子，我哥不会有事的，我不是已经托人了吗？嫂子，我是严征。嫂子来了，来了来了。怎么样，我哥的事有消息了吗？嫂子，您托我办的事情我已经让兄弟们打听过了，甄家跟这里的警察局长私交很好，他们都知道杨大哥是明摆着被人冤枉的，可还是把上上下下都打点好了，分明就是想要置杨大哥于死地呀。你是说根本没有翻案的可能了？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兄弟你快说呀，只要能救出我男人一条命，让我做什么都行啊。是啊，除非我们能找到更大的政府官员替我们出面，从上面往下查。这不跟没说一样吗？像我们这平头老百姓怎么会认识当官的吗？我们要是跟当官的有交情，别说你大哥没杀人了，就算你大哥杀了人，他们也不敢拿我们怎么样啊。现在官官相护，真的没有老百姓能够伸冤说话的地方。严正，你刚才的意思是说，只要能找到更大的官，比那个警察局长还大的，就可以替我哥翻案，就可以重新再查，是吗？嗯。冬雪，你认识当官的？我只是想到一个人。谁啊？梁颖。那个欺负沈家的梁专员啊。嫂子，你怎么会想到他呢？他怎么可能会帮我们的忙呢？梁颖是我认识的最大的官了，连乔县长和马局长都要对他礼让三分，这个杨家庄的警察局长就更不在话下了吧。他是政府的官员，谁会跟他过不去呢？再说我哥这个案子本来就是冤枉的，如果他可以帮忙替百姓伸张正义，这事要是传出去对他也是件好事啊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
他从来都是跟沈家对着干，怎么可能反过来帮我们的忙呢？不管他帮不帮，我们都要试一试啊，这是救我哥唯一的办法了。飞花的青春离开我，心如刀割。伞下的风雨淹没了，光影扑朔，几段情随风逝去，天涯浪迹几番相遇，仿佛前世的错，今生来提。春去秋来到，是在寻。